不应该在你大众媒体里面讲出对哦肤色不同，就是现在你现在的内心里面就已经有起色的。我或许发言不够精准，有造成外界的误解，这个部分我会来检讨。任何劳工政策，不管对本劳或外劳，我们都是平等对待。现在本席，好，我们都是平等对待，绝对不会有歧视的意思，好不好？